请收看第28届国军文艺金像奖颁奖典礼。国军文艺金像奖颁奖典礼晚会开始。紧接着下来，我们要为您介绍的是一项表演的节目，让我们一块来观赏由大小百合所为我们带来非常动听的歌曲《无水的彩笔》，一块掌声欣赏。欢迎大小百合。觉得他的词是非常的深远，那么他的曲调也相当的令人难忘，老歌就是这么的好听。接下来我们就要介绍这一位他唱老歌诠释的相当不错的蔡幸娟，我们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，让我们欣赏这首《忆难忘》。Thank you.
官大家好，继续为给您介绍的是为我喝彩，欢迎邰正宵，谢谢各位。非常感谢，这是由蔡幸娟以及邰正宵为我们所带来的《为我喝彩》。我想我们同样也要以这首歌曲呈现给今天现场所有的得奖者，为您而喝彩，再一次掌声鼓励好吗？我们今天我们特别要为您介绍的这一位，因为他的形象非常的好，同时他的歌声又非常的动听，而且他的每一首歌曲都可以说是好歌的代表，让我们欢迎杨烈先生为我们带来这首《爱在沸腾》。情人在爱的呼唤中长大，草木在爱的被雨下开花，爱把困苦化为富有，事事可以证明它。人间在爱的交流中，下柔洽，爱把泪水化作欢笑，故事流传的神话。爱在沸腾，谎言献出了虚假，爱在沸腾，
曲的确能够让我们整个不良的社会风气导正过来，而且呢，听完这首歌，也相信大家让我们每个人心中的爱都沸腾起来，爱我们的土地，爱我们的国家。的确。